打 rank 遇到对面就 KSP。KSP 不是跟你打比赛吗？我们打蔡佳敏啊，奥特比还遇到 KSP， 挖到了，再打，再打啦。挖到了。我操！这个不行干了，太危险了。再打完了，还是教练是调来玩？是在去忙吧？有吗？啊，他去忙了。我猜不知道忙啥。我猜应该去。瑞斯亚现在都改开 YT 了，还是双边同步？团练了啦，团练啦。阿瓜来玩 squad 啦。squad 的。我们缺一个那个、中国区小队长。怎么缺一个中国外交官啊？对啊，中台外交官里面中国人都好友善哦。解放军还有你的位置啊！我跟我们小队长说我要回家，他说不行，你打完仗才能走。跟小队长说我打完仗我要回家结婚，超好笑。今天我回不去了，你要帮我跟我家人交代一下。然后我刚刚不小心在公屏讲出什么，帮我口一下，他们说啊，这不搞黄色的、啊，兄弟你不能搞黄色的，对啊，他们不懂梗哦、没有，他们的口是杀人，我忘记了，口人，没有啦，他们也 他们说黄色啊，那个意思啊，他们也是有那个意思啊，他们也是指的意思，是没错啦。因为我记得后来他们改成什么口是傻哦，还是怎样？禁字就要用口来挡。阿瓜玩丝瓜，他们，我听发现他们用那个嘎了，把你给嘎了。一人称 VR chat， 把你给嘎了。真正的 VR chat， 还不错哎。对，比想象中还有趣哦。不要当枪战来玩就好。对，主要是跟人互动，我觉得跟人互动这个元素很重要。你遇到一堆奇奇怪怪的人，我觉得性能是刚有一个，刚有一个操着那个美国口音的跟我讲话，救一下我，Help me，Help me， 不然 ，Elon 骂，你们回答的是 Elon 骂 ，Elon 骂 ，I give you money。L 是第一闪退，他小。你是不是用 Win 十一？没有，不是 Win 十。你刚刚被猫踩电源，我们以为。